起来阿婆很短，阿婆尾在后面，靠他这边，看的年纪。我想说有什么那个也是国内，哦哦哦，对了，太像了，我这风水的水土啊，疯了，哇塞，这个表情，哈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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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奇浩仁姐在家会看吗？她跟仙桃好像夫妻，感觉仙桃跟她比较搭。难怪每次我回家都觉得行家里有个陌生人。快来娱乐小时刻分享影片哦，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喽。时间过得真紧，搁过年啊！大家好，祝福大家，事事拢如意，虎虎有生气。阿甘叫大家趁钱趁甲好厉害，大家拢变成好爷啦！阿妈达，大家要甲你讲，爱老虎油。虎年要精神，就要福利送，对不？阿福利送，你就要福利阿福阿福，对，再阿福阿福，阿虎尾在后面，到他这边。也是国内，对啊，我这都是水土啊，你这都是水土啦，这都是水土啦，都是我们这个如意队啊，高雄哥嘞，高雄加油，今天要得到凤姐的红财经，2022第一个。如果我的这个给你，你可以把它放到前面吗？不可以。大家想不想看？深夜时段啊，因为现在中午不行，对，中午不行。欢迎天后美凤姐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美凤祝大家欢欢喜喜迎虎年，欢欢喜喜迎虎年，恭喜发财！真的真的，今天很谢谢凤姐邀请我们来上这个美凤有约的特别节目，对，谢谢你们来，让整个录影特别节目现场非常的欢乐，真的很棒。我们是来玩的，玩得很开心。凤姐这一年啊，也谢谢黄金岁月陪伴我们呢。我非常非常感谢所有台湾朋友对明星。诶，八点钟黄金岁月，哈尼啊支持，哈尼啊听堂，希望在未来一年有缘搞，继续支持听堂哦。那虎年凤姐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美凤嘛是希望平安健康，然后呢桃花朵朵开。哦，我的桃花朵朵开，其实就讲观众缘啦，这嘛算一个桃花啊，所以这个观众的桃花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，每年拢需要这个真好的桃花。也祝大家桃花朵朵开哦。是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锁定我们的黄金岁月，还有美凤有约，谢谢。各位娱乐超时刻的观众朋友，大哥，我是洪哥，嘿，也是大哥，也是大哥啊，也是洪都拉斯。黄金岁月啊，这一整年都看到那个大哥很精湛的演技。也没有，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，是，对对，有意，对，然后又美娟又把得很好。欸，其实也没有照顾的，照顾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啊，这个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啦，对啊。但因为戏一定要这样子演的，观众朋友才会有期待。因为我不能够跟那个美娟呐，对，一直都很好，这样就没有人要看了。慢慢看到一点伏笔了，哦，在那个餐厅，哎呦，哇塞，之后可能哈会有不一样，有对对，要有很多观众的想象的空间呐。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想说，哎，他后面的剧情到底怎么发展，然后都在问我，哎。啊，你跟秋萍什么关系？哎，啊，你跟美观的是安怎？我讲，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嘛唔知啊呢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呢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想说，哎，大家一直在问我，我能够爆雷吗？我不是不爆，
时候未到，真的。那问一下洪哥，新年新希望，加入这个黄金岁月的演出之后呢，我终于知道八点档的演员有这么样的辛苦。嗯，那有很多这个说演员呐，他们也付出，也是要带给说观众朋友一个耳目一新啊，不一样的剧情，让大家在这个很多朋友在八点的时候就守在电视机面前，准备要看说，哎呦，这个戏剧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发展？所以呢，我除了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之外呢，也是希望说大家在看了这部戏之后，可以看到制作单位跟所有的演员的用心。所以在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们这个收视率当然能够再节节高升。那还有很多很多大家期待的结局，或者是它的剧情呢，会层出不穷。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因为今年我大概还是会以黄金岁月为主的，对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，好吧？黄金岁月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耶，嗨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一年的黄金岁月陪伴大家都收视第一呢，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对我们黄金岁月的支持，然后呢对这个Center满满的疼爱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这样子，谢谢。说你现在出去，人家都叫你Center。嘿呀，都叫我Center呢，然后我如果有两三集没有出来，我讲哦。那神头不跨地啦吼，哎，像神头嘛，像翁来啊，但我们每一个角色呢都是非常的棒，大家呢都是很尽心尽力，想要做最好的戏，然后呢给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看。对，彩花姐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当然呢，我们的这个黄金岁月呢能够收视全国第一。然后再来呢，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然后家庭幸福美满，做生意的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虎年都能够行大运。耶！开跟歌王一样，有点紧张。我要唱快乐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哈哈哈，不是啦，我今天要唱那个歌王的歌，歌王的歌，对，应景啦，应景啦，对，因为他很紧张，他刚才在旁边，我刚才念念有，不是因为我怕拖累钟平哥，不会不会，你放心啦，好啦，这个歌很轻松，因为过年的应景的歌，快乐台湾你就对嘴就好啦，你说钟平哥唱的好，对嘴，对嘴，好像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没有办法创造出两个人的声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翁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翁来的正牌老婆。我好奇浩仁姐在家会看吗？会看《黄金岁月》吗？我其实晚上很少看电视，但《黄金岁月》播出之后，我每天都看。而且你知道，我看完它之后，我就觉得它跟仙桃。好像夫妻哦，很默契，对不对？没有感觉，长相都很像，感觉仙桃跟他比较搭，难怪有夫妻脸的感觉。难怪每次我回家都觉得好像家里有个陌生人。还好睡觉没有睡到半，说哎，仙桃过去一点，对，三点了。表示这个黄金岁月真的很受大家欢迎耶，真的很谢谢大家喽，对阮吼黄金岁月这样的支持鼓励啦，我老出去外面吼，人拢买叫我翁来啦，我说我干嘛讲吼，足有成就感呢，人来搞叫翁来，我都很想飞起来给他看。哎，这歌还他自己写的，哎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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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也很高兴，就是说我跟神头我们的这个好像就是一
荧幕情侣档。哎呀，真正真正真正需要两位的新年新希望。新年的新希望哦。对。哎，那个一直看希望跟老婆的意思，希望跟仙桃感情越来越好。我刚才看你，我希望老婆换成仙桃。哦。啊，对老婆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对老婆新年新希望，我希望她能够呢手下留情呢，早私房钱能不能再不要那么用力？我已经五年都找不到啦，我这五年都没找到了。进步里，超然姐，你对老公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其实我很感谢黄金岁月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公其实这十年来他都没有瘦下来过，他因为黄金岁月要飞起来这一段，他努力瘦身，然后瘦回了当年我跟他谈恋爱的样子。对。那我希望就是说，这当这部戏，就除了大家身体健康之外，这部戏当拍的越久，我老公瘦的时间就会越长，好吗？有没有以前那种感觉？体重是回来了啦，但脸没有回来。两位那个过年有没有什么计划？你们要干嘛？新年的计划？对啊。因为不能换人嘛，所以也没有什么。没有想法，就是有想法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新计划。一起过年过了几个年了？23个，23个年了。连认识的还没结婚的时候24。对。哦。对。哪一年最难忘？没有一年难忘的。今天准备的都是厉害。对呀，很厉害哎。然后虎年就来一个虎虎生风。所以是什么？虎虾，虎虾，虎虾，虎虎生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两个虎？对，这个是不是才一虎而已？对。然后你找着看，还有一个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。虎姑啦，虎姑婆。哎，杏鲍菇啦。很大。虎鞭长这样子。虎鞭也不可以吃，现在不可以吃了。另外一个虎的呢？胡椒。对，不是胡椒，这个是莲藕粉。啊，第二个虎在哪里？好难哦，在哪里？这个虎仙吗？对，这个这是猪的一个部位，叫做虎掌。哦，虎掌，虎掌。所以猪的身上有一个部位叫虎掌。对，不能真的长虎鞭呐。哦，不能吃。见你啦，见不能吃虎鞭。哎，你去说一天。这位虎尾的朋友，虎尾的朋友，难得夫妻档在我们那个美凤有约啊。对，对，老公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嗯，其实一直对他都没有什么要求跟希望，因为他都不给我希望嘛，他也不买包给我，然后也不买车。也不买房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觉得他身体健康就好了啦。2022一定有包了啦，有包。包了，先包一包。钱都在他那里，我怎么买？那你2022对老婆新年新希望？当然是这个零用钱看能不能多加一些些。有啦，这样就可以买一个礼拜200，然后一个礼拜变200零1块。好了，本来100，现在变150了。250了，250，成交。成交。好啊，那就希望两位在虎年呢更大发利市。好，谢谢。祝大家都身体健康。对。好，唱片大卖。谢谢。谢谢。好朋友啊，对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上次去你们那个直播乱闹。不会啊，我超爱你们的。就把皮翻来翻去，把皮往后退。喂，过年期间走春的时候，竹东哈，对，也很适合大家去走走，而且很方便啊。竹东火车站出火车站之后，右转就到了，出走就到了。而且过年我相信应该会安排很多市集啊，还有歌手演唱。对，虎年呢，你有没有什么新希望？而且是我本命年呢，我属虎，本命年24岁。对，我说24岁啊，我是24岁跟26岁。自己讲，除夕夜就能讲非常吉祥话。希望今年智慧跟我的身量可以一同增长。哦，一定。对，然后可以，希望可以更多的把话说小，把事做好。那你对爱晨有没有什么信心？就是希望他睡觉少睡一点。你知道跨年夜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华灯初上，哎，现在睡得着这么烧脑？超熟的，因为我们那当天是在宜兰跨年啦。教会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到家已经10点多了，他弄弄就睡着了。说好的跨年倒数呢？53亿。对。他作息是不是很正常？因为他是作息很正常，他平常都6、7点就起床啦。好健康哦，真的很健康，真的好不像艺人，艺人都是越玩越精神越好。对，其实这方面我可以跟他学习一下，就是生活很规律。对啊，那希望那个虎年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对，真的精神抖擞，事业大发，真的，祝福你们，谢谢爱乐莎旺旺，爱你们哦。